杀了他！而且，在杀他前给我发信息让我逃生，你不是怕我死，而是怕我死了就没有人替你扛杀九子龙的黑锅。你现在该知道曹东方是个什么了。我相信，这就是真正的九子龙。 我不仅不能以真是人，连自己的女儿近在咫尺都不能相认。我做的这一切，还不是为了你？你竟然为了一个男人！ 背叛自己的母亲，想杀死自己的母亲，我的女儿，现在你该知道。 就请您再为我着想一次。曹东方是我心爱的男人，杀了他，就等于是杀了我。 我即使放了曹东方，你我总有一天会死在他的手上。我能理解你此时的心情。这世上哪有一个母亲？ 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幸福，可是你我是江湖上。 背叛了我，负气成仇。父亲和你太多年了，我不想再说下去。可是，我为什么这样了解曹东方？因为你的父亲。 太像他了，你此时的心情，我也曾经有过。只是，我做母亲的，真是不希望你走我的老路，我的女儿。
你可明白？我明白。你还是不明白，九子龙欠了我的债，既然他活着，我要让他偿还。那我就祝你成功。祝我成功，恐怕你老兄会是我成功最大的障碍。若是九爷命你杀我，你会不会动手？我想应该不会。这世上我最欣赏的就是英雄，可惜英雄之间最终也难免要落个输赢。为什么要背叛我？为什么要骗我？别人不信任我，你也不信任我。我告诉你，这一切都是文武干的，是他在九爷的船上装了炸弹，否则他怎么会脱身的那么及时？文武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为了钱，没别的原因。他想敲诈我，但他没想到九爷是假的。骗我曹东方，那个服务生阿彪在机场亲眼看到你，从来就没有离开过。对，可惜那个服务生死了，否则我一定把他拉到这儿来跟你当面对质。够了，什么都知道了，一切都是你安排好的，你不用再解释了。既然认定是我干的，那你干嘛还来问我？开枪！开枪啊！开吧！我告诉你，你要是再敢背叛我，再敢欺骗我，我会亲手杀了你。我估计九子龙这两天就会找人来杀我，大家相识一场，我就不连累你了。为什么？虽然九子龙现在逼你逼得紧，你也巴不得杀了我取悦于他，不过现在不是时候。咱们都是一类人，对吧？咱们都是哪一类人？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咱们都是那种愿意做黄雀的人。我走了。好，几乎我每天都在盼着你叫我一声女儿。嗯，妈妈给
都是你爱吃的，来吃。谢谢妈妈。你怎么反而跟我客气起来？没有啊。哎呀，做母亲。 只要他老老实实，我再不会找他的麻烦。不过呢，说不定还有用得着他的时候。你昨天晚上见到他了？他跟我说，说这一切都是文武安排的，而且这个文武还想借此来敲诈他。文武这个人不简单呐。 这九子龙啊，真是个老狐狸啊！这九子龙啊，我分析啊，他对曹东方和文武是既怀疑又想利用。我现在就是想不出来最后他会怎么做。对于像九子龙这么一个狡兔三窟又身在海外的大毒枭来说，抓捕他的最好办法就是诱他进来。 诱到大陆，诱到龙海。OK， 通知火狐，就这么办。好。 这次又得谢谢你了。谢我就不必了。你预先该想到九子龙要灭掉你。东方兄，想必是有事找我吧？九子龙的势力你我都清楚，这样提心吊胆的过日子，早晚有一天我们俩都不会有好下场。不如把那500万拿出来，再次跟他合作，凭我们俩的能力。 天会抢过的，500万，在你那儿还是在我这儿？怎么拿出来？文武兄，在我这儿，在你还是在我这儿，你心里最清楚。不管怎么样，这笔钱得通过我们来交给九子龙。没有谁会愿意把到手的钱交出来。 除非那能给他换来更大的利益，你说呢？好，就这儿停吧。
温先生，请您过去。知道了。喂，这是最后的机会。 介绍一下，阿西，文武。你好。坐。阿西先生，让我觉得宾至如归啊。是。从我一进门就有种错觉，觉得我是主人在招待客人。我也是这么觉着。 啊，很好啊，年轻人，未来的天下应该是你们的。啊，哪里？我们还在苦苦打拼，跟您的成就还差得远呢。哦，谦虚是好事啊。年轻人就应该最近就狂。我一向的原则是，对值得学习的老前辈，再谦虚也不过分。对那些不懂礼数的人。 这种鱼啊，是原产自南美洲的，味道鲜美，生性凶猛啊。哎，他们也有非常严格的纪律，互相从来不抢食的。你别看它个头小啊，还能称霸南美洲水域的。这就是团结的力量。分散的个体在互相的倾轧，永远也成不了霸主。这不。 这些鱼就成了我们的盘中餐了。关键是有的人不想团结，想自立为王啊。这种情况就应该家法处事。阿西，不要乱讲。哎，这个我的这个家业呀是越做越大了，难免下面的人呢有很多想法的。人老了。
赶不上新州里了。你们年轻，畅所欲言，说点想法。来，九爷，我觉得，与其追究过去的矛盾，没什么意义，不如打算一下今后的事儿。我们只不过是想要一点自己的空间，与其控制，倒不如让一步。你说的很有道理。啊，这常言道，多一个朋友，多一条路啊。我会很好的考虑一下。哎，来，吃吃吃，来尝一尝。来来来来来，品品这鱼啊。你怎么知道这鱼没毒？我想九爷不会赶尽杀绝的，因为那笔钱的密码在我手里。啊，有胆有识，怪不得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啊。哎，只怕再怎么翻，也翻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儿啊。你言重了。你和他合作，是不是一起想翻出佛祖的掌心，一起开创一片天地？是您言重了，我也是为您着想。以我的判断，您手底下这帮人，没有一个人能替代他的。我很欣赏你这位年轻人的说法。好，喝酒，来。喝酒。做得不错，我看九子龙很欣赏你。欣赏？光欣赏有什么用？看起来风光八面，实际呢，什么也没得到。你想得到什么？你以为和这种老狐狸打交道就那么容易？他没当场杀掉你，就说明你对他还是有用。照你这么说，我还应该感谢他才是。没什么好感谢的。他心里在想什么，没人知道。也许他白天在和你推心置腹，晚上他的杀手就等在你家里。我就是个很好的例子。我说，下一步什么打算？我该回去了，再不回去，只怕我后院就要起火。就那么舍不得？谁都有舍不得的人，没例外的。看住我，
你说咱们现在在内地的业务几乎都瘫痪了，而且手上的钱也是空头，咱们干嘛不早点把合作条件定下来啊？阿丽呀，做任何事情不能太着急，等东方他们把龙海的招商情况摸清楚啊，谈出个结果，再跟王武他们谈，不维持会更主动。那这么说您同意跟他们合作了？合作，这种合作是互相利用的合作啊。背叛他，我想我们总会有能够在一起的一天，而且我也会努力的。我会对他表示诚意的。接着睡吧，时间还早呢。你这次到喀布到底干什么去了？干什么？做生意去了。那你下次到外地做生意能不能带上我？别逗了，带上你你不工作了，我怕影响你工作。你是怕我影响你工作吧？什么意思？有话直说。你以后千万不要再沾惹像刘亮那样的人了，我很担心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我好好的做生意，你担心什么呀？
喂，哎呦，这么快就到了？好，好，好，我马上到。我得去公司一下。哎，你站住！干嘛？你忘了？忘什么？我爸爸今天过来，你不说好跟我一块儿去接他吗？哎呀，这么大的事儿我怎么能忘呢？你放心，我先去趟公司办完事儿就回来接你，啊？那你别忘了啊，快点。哎呀，知道了。我刚回来你就赶回来，是不是九爷同意了？他让我赶回来盯着你。哼，他就不怕咱们俩一起跑了？银行的本票在他手上，他当然放心了。下午我要去接个人，你跟我一起去吧。我给你们介绍一下。什么人？龙海市市长，他来红岗招商来了。这可是个好机会啊。九爷还没同意，你这是让我先斩后奏？我觉得你一直都是这样。你先去吧，电话联系。好吧。李局，嗯，这是火狐刚刚发过来的下一步行动计划，你看一下。哎，这主意不错嘛！啊，利用招商团把贩毒集团诱进我市。哎，嗯，这一招啊，如果成功的话，不仅能把贩毒集团资金调进来，最重要的是能把九子龙和这个曹东方引到我们控制的范围之内。李局啊，嗯，我就是，你不说我明白，你的顾虑我非常清楚。这是一柄双刃剑，贩毒集团进入我市，一旦失控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对，可是如果不用这一招的话，这两个人可都是大毒枭，深谋远虑，诡计多端，轻易不会暴露自己。那抓捕他们，就真没事了。对，无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看这个显示的帽，你说呢？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好，我通知火狐按这个计划行事。开始。来了。爸。哎，小雨，你怎么来？韩市长访问红岗。哎，你给我少来这套。来，让爸爸看看胖了还是瘦了。啊。爸，你怎么总是？喜欢人家胖啊，现在都是以瘦为美。梁市长，哎，欢迎你。你好。你可能就是我们小雨说的那个文武吧？啊，没错吧？我告诉你啊，小雨可是被我们家惯坏了，肯定没少给你添麻烦，多包涵。不，主要是我比了。走走走走走。那什么朋友啊，也太不懂事了吧，怎么也让
这位朋友啊，是想来龙海投资的，听说您来了，很想见见您，想了解一下在龙海投资的前景怎么样。哦，我刚到这儿就找上门来了，好事啊。爸，我来就是为了招商引资来了，工作重要，是不是？就这么定了。好啊，小雨，你也一起去啊。对，一块儿去，好吧？哎，那边上。韩叔叔，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曹东方，曹总。哦，我们红港东方集团的总裁。你好。你好，市长，非常感谢您能够在百忙当中接受我们的邀请，非常荣幸。曹总能够来我们龙海市投资，那是我们龙海人民和我个人的荣幸，谢谢你。市长，以后还要仰仗您多多照顾。哪里哪里。韩市长啊，听说您过去就是主管医疗方面的领导。是啊，说起来和医疗这方面打交道，不多不少的也20多年了。哎，那韩市长就是真正的行家了，以后还要向您多请教。来，曹总太谦虚了。您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把公司做得这么大，您也是这个行当里的行家里手啊。是啊，不管怎么说。离开这行当这么多年了，现在有些新药品啊、新器材啊，我都叫不出名字来。哎，毕竟是老了。爸，你可不老。嗯。要是做个美容出来，说你是我男朋友都有人信。打住！瞎说。韩市长是太谦虚了，在这一行里，经验是绝对要放在第一位的。嗨，来。妈，东方和龙海那边谈得特别好，应该没有什么问题。现在啊，就等您一句话了。妈，你怎么了？平时你不是老说干我们这行肯定要有风险的吗？怎么在这件事上突然胆小起来了？妈妈不是胆小，是在为你考虑。考虑我？我总觉得我们三个人早晚有一天会刀枪相见，怕到时候把你夹在中间，让你为难。妈，不会的，东方答应过我，说他绝对不会背叛你。哼，这种话都是骗你这样的女孩子的。不会，我看得出来，他不会骗我的。你从哪一点看得出来？因为他爱我。哼，他爱你。看来你又一次验证。动了情的女人，基本上是没有理智的。妈，你还是不相信我。好吧，这次妈妈答应你，让曹东方以外商的身份到龙海去投资，重新拓展我们在内地的业务。真的吗？谢谢妈妈。不，你要替我警告曹东方，不要在我九爷面前耍什么花招啊！既然我九爷能把你捧上来，也能把你拉下去，明白吗？嗯。你跟我说实话，
你今天帮着曹东方说话，是不是要跟他去龙海做生意啊？怎么可能呢？我们公司还有些事情，我要是走了，费总他也不同意啊。反正不管你是怎么想的，如果你回龙海，我也回去。哎呀，今天累了，早点休息啊，休息。生哪里暗流汹涌。